吸上来，上下都很正常。哦，那要注意，因为没有到最高，它最高会回不来，会卡，而且马达就像那天非常烫。啊，如果说你第一时间没有发现，就有可能那块板子或马达会烧掉。对对，因为它持续这么冷。有没有？四五六而已啊，四还不到六哎，对不对？它有调高波速，说电流又更低，所以跑带看不出来，你看要摸啊，看都看不出来，装上去就知道电流差很，所以你马达没问题，是电流的问题，是跑带的跑带跟皮带造成阻力增加，所以这种橡胶的东西，它价位也低，就消耗品，就跟车子轮胎一样，换了就可以知道结果了，换了以后它其他贵的零件就不会换。好，这很明显，跟没有电表我也量不出来，你叫我说看。那个摸起来看起来，我们看也看不出来啊，因为从外观黑黑的，你也看不出来它好坏。等一下量就知道了。两分半以后，它会做一个提速，我看看它那时候看不出来。